啊，咱食安尼讲吼，咱嘛爱考日本文学的，对无？咱嘛无都读到日本文学啦。啊，咱嘛爱考美国文学的，对无？啊，咱嘛爱考英国文学，因为大家拢嘛听过莎士比亚，对无？啊，莎士比亚英国人啊，吼，对咱大家影响嘛足深的啊，对无？啊，再来，足侪人，尤其是啊，最爱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啦，哈利波特，迄嘛英国人啊，所以咱嘛爱考英国文学史呢。哦，照样讲，日本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拢爱考啊，爱探考，太敢考中国文啊。所以规头壳就变中国名嘛。哦，啊，食一个名讲是台湾文学所的所长，但是迄是啥？要甲你摕迄个解说权啊，哦，要甲你签迄个解说权尔啦。但是解说拢是用中国观点甲你讲啊。哦，啊，过来你啊看，因的学生的毕业语文了，因为毕业。爱有英文之外，佫有第二外语的证明啊，就是英语之外，佫有一个外语啊。哎、欸，啊，颠倒伊无要求台语呢，嘛无要求客语呢，嘛无要求原住民语言呢。啊，佫佫什么叫台湾人所的啊？那么，所以有可能安怎来台湾人所的毕业吼，袂晓台语啊，袂晓客语啊。哦，啊，这个证明咱袂输讲吼，一个日文系。毕业的学生，伊讲伊袂晓日文啊，伊看日文拢看翻译的啊。我安尼遮简单，我嘛会晓，我嘛会当来读日文书啊咧。哦，啊，就咱袂说英文系毕业，啊袂晓英文啊。哦，啊，咱袂说讲我是莎士比亚的研究权威，但是我袂晓英文，因为我看中文版的，安尼敢会通？笑死人啊！啊，这就是因就真安尼做的，啊，毋是干一间安尼尔。差不多，大家拢是安尼啦。这就是安怎，拢去予遮中国头壳的占了，啊，就予中文系占了去啊。哦，啊，所以这台湾系这点重要，所以这未来呢，咱拢爱检讨，台湾系所拢要检讨。再来，咱未来伫海外爱设立台湾语文的中心，爱推散这个台湾的语文甲文化。中国人进入孔子学院。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咱嘛足积极在海外去推散因的语言甲文化，独独咱台湾，拢也无啊。那有拢甲你推散华语啊，包括中国国民党也是民进党同款啊，在海外拢推散华语尔啦。哦，但是咱未来华语呢爱行因，华语就行中国，咱也无需要甲伊争啦。台湾也无需要争这个华语的中心啦。过去民进党执政。嘛，头壳阁有问题嘞。讲吼，要让台湾成做世界华语中心，意思讲吼，那世界各国的人想要学华语，拢来台湾吼。哦，咱头壳歹嘞。唔着讲，让台湾成做台湾语文的中心，要学台语的，要学客语的，要学高山族语的来台湾，安尼才对。哦，结果你要甲中国人抢迄个华语的，无可能啦。即个咱袂想讲吼，各位。恁若要学英语，恁会去对位？恁敢有人要印度学英语的？恁会去印度学英语，还是去美国学英语？较戆的嘛知，脚头乌想嘛知，咱要去美国学英语啊。啥物若要去印度学英语？除非你是要学印度的语言，才去印度吧。无啥物若要遐遐学英语。虽然讲印度嘛把英语列做官方语言的，吼、哦。啊，所以这就是讲，感觉徛伫外国人角度。伊若要学华语，伊一定去中国个啦，袂来咱台湾啦。所以咱就无需要介争啥。啊，再来，咱个第五点，未来即个国民教育即个输出呢，嘛爱大大来改正啦。现此时，你伫国校啊教台语，啊，伫国校啊教册吼，未来无一定会当去教，因为吼，因即摆教个，因个收个分个拢是中华民国分个。教中国历史嘞，中国地理、中国语文嘞，但是咱未来台湾政府是要教啥？教台湾历史嘞，教台湾地理、台湾语文嘞，所以遮人要重新重来，重新考牌啦。啊，若考会过，只好你继续；啊，若考袂过哦，歹生活啦。反正咱在座足侪东西，拢有遮足好个遮人才，哦，足侪人有法度教。所以未来嘞，遮思路拢要改换。袂当讲吼，啊，凊彩就出台过来教，那安尼就无彩你伫成立台湾政府吼。过来，咱要推动这十二年的国民教育甲大学的这个免费的教育吼。
即、这个未来呢，吼、哦，就是讲咱即个教育甲大学这部分呢，基本上拢是免费的嘛。你若有在条读大学就是免费，当然嘛无一定甲大学啦，看每一个人需求。有个人，吼、哦，手较即、这个啊，即、这个技术较好个呢，伊要读技术个学校啦，嘛是会使啊。无一定拢来听即个学术路线吼，就是讲大学个路线。咱总是呢，伫教育这部分，这是一个投资啦，哦，爱予人民呢会当有，会当讲用足细个即个教育成本吼，这是咱未来的一个方向吼。过、哦、来推动即幼儿的学前的义务教育吼、哦，就是幼儿幼稚园的即、這个学前的教育吼、哦，这嘛是咱未来爱做的吼、哦。目前呢。在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下呢，你读幼儿园啊，开家己个啦。你听讲有诶幼儿园一个月拿20,000块呢，比大学较贵呢。我想讲啊，这是啥人付袂起？这我嘛付袂起呢。一个月开20,000块呢，哦，尤其听讲像高雄某一个啥物迄落吼，伊了私立诶迄学校，哦，标本是贵族型诶即个幼儿园，迄一个月20,000呢，啊，是啥人法度趁？哦，所以呢，咱未来要有义务教育。你若好命人，你要读私立的，迄是你家的代志。但是至少呢，咱一般人，哦，爱有基本的即个教育权哦，为幼儿开始，这嘛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吼。过、哦、来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质吼、哦，咱大学会分做几种类型啊？研究型、教学型，过来技术职业型，啊，过来社会大学型啊、哦。啊，未来呢，即个教高等教育即个品质吼，爱提升。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即个名称吼，咱嘛是爱进行正名工作。哦，一寡中国名，像清华大学、交通大学，这拢爱整并改名，较便于国际上你甲中国其他飞高高飞袂起。哦，咱拢爱用台湾的地名，啊无就是用台湾的一寡高人的名称、名称来规划。再来，咱第九项，咱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啊，啊，这嘛是咱未来的，即台湾研究国际化真重要。譬如讲，伫世界上，譬如讲 Japanese study， 啊，像 Korean study， 哦，尤其日本人足早就拢有啊。然后即摆韩国甚至越南，咱伫国际上嘛咧推散越南研究啊。咱台湾嘛，基本上嘛有即个条件嘛，应该爱做吼。所以说，台湾研究国际化，这嘛是未来要推散。再来第十项。限制即个中国的学历甲学术的交流，啊，这嘛真重要吼。咱现主席，你像阮即摆呢，我伫新台服务呢，不时嘛接到中华民国教育部来问讲吼，鼓励阮着较常甲中国做交流的啦。啊，我嘛知，按、啊、这交流吼，九成以上拢嘛政治交流，拢嘛政治目的的，真正纯学术是足少的啦，拢是统战的较济啦，啊，所以当中国若无放弃武力犯台进程吼，咱对伊学历，过来即学术家拢有限制啊，袂使无限制啊。哦，啊若无限制，就会足惨个。尤其即摆呢，条件拢放人怪呢。你看卖，就选举前讲吼，绝对袂开放，互中国学生来啦。结果即摆已经开放啊。即摆生态凊彩行路嘛，拄着中国学生呢。哦，啊，再来进行讲有六部的条件，讲哦，啊，这同中国学生来无紧啦，但是咱有一寡限制，哦，袂还奖学金，袂还安怎？但是即摆佫改啊，伊佫改讲，若无还奖学金哦，咱无法度吸收着好的人才。我想奇怪，好的人才都毋是中国有名的，欧美、日本嘛足侪好的人才啊，咱趁免吸收，哦。尤其人日本人即摆嘛足侪拢想要来台湾啊，咱若歹吸收日本的好人才，他就更加去吸收中国的。拢遮五四三，就是咧放人过来，放遐学生，放遐老师来啊。啊，放遐学生来呢，则条工吼来啊，譬如讲啊，就到台湾的学生谈情说爱一下咧，了后结婚了，伊还佫留台湾啊。啊，留喺台湾过几冬，还佫提身份互伊啊。伊即摆就是呐，木马屠城记啊。放人豆包，放人去发财，哦！你袂感觉着，你平时咱袂注意着啊。但即人足侪呢，咱中国人，敢若透过充分哦正式登记了300,000呢，啊，都遐摆伫呢几十万呢，是咱平时无去注意着尔呢。
已经几十万的白领嘞，你这中国人学校的比咱的高山族较侪嘞，强要超的咱这高山族嘞，哦，啊所以即卖就大量要放，哎，这人来了，伊享受福利是比咱台湾较好嘞，因为健保费用是交比咱较少嘞，政府补贴比补贴咱较侪嘞，哦，啊包括像迄位。二次结婚的嫁来台湾的遐中国某呢，伊阁咱共前翁的囝娶来台湾的，哦，啊娶来台湾，伊要读高中素材考呢，要读一中、二中，第一志愿拢素材呢，遐免考试呢，这咱一般拢唔知个呢，哦，啊，再来以前是限制十八岁就爱离开啊，即摆是开放，变二十岁较正常嘞，后尾从遮拢要放回新人呢，放回新人，通阁踮台湾阁娶台湾某，啊，然后阁踮留喺台湾免转去。伊即一步一步要甲台湾西藏化，会变特别像西藏安尼共款嘞，放人去卖啊！啊，所以真侪拢是假借学术啦。中国学术咧外好啊，你若要学术交流，咱来甲美国、甲日本、甲欧美国家、甲中国，中国靠什么学术啦？对无？哦，所以这部分咱就爱限制吼。过、哦、来推广教育甲终身的学习，啊，这嘛是咱未来爱做的吼。哦活到老，学到老吼。再来第十二点，吼、哦，咱这個、有关着这個身心障碍甲发展较慢的这人的受教权，吼、哦，咱嘛爱甲注意吼。过去咱拢敢注意着一般人吼、哦，但是对着这身心障碍人，伊的这教权吼，咱嘛爱特别注意。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有关新移民伊的教育机会，吼、哦，嘛是咱爱注意迄、那个甲保障吼、哦，就是讲咱即马真侪新移民。因为种种关系啊，因大大多数拢可能甲中小学的学的学点的，啊，咱希望咱互伊一寡进修的管道。另外呢，咱嘛要来开发着因的好处，甲因专长的所在。啊，即个新移民拢是真做咱台湾未来甲东南亚或者国家的国民外交的真好的球员的。啊，咱就爱好好发挥因的专长，莫干呐想讲啊，因拢会造成台湾负担的。其实伊嘛好一面。哦，咱就爱互伊当发挥着伊专长的所在，较袂浪费着这个人才。哦，以上呢，这是咱目前规划有十三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政策哦。啊，当然未来还阁需要借助咱在做这样东西的这个专长哦。啊，未来阁做一寡调整哦。以上呢，这是针对咱未来教育台湾的话，初步的规划哦。啊，唔知各位同心有啥问题无？我想时间嘛差不多啊，吼，哪啥问题咱等下啊下课时阵歇困时阵吼，一同再过来开讲吼。那咱这节课咱就先讲到这，啊，感谢大家。